现在已经到达了重庆奥体中心的客队球迷看台，看这边有很多申花球迷，今天来了很多申花球迷，坐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我的小朋友，我的小伙伴们，看到他们，嗨，嗨，你镜头看反了，天空很作美，刚刚还在下雨，但现在呢，天已经雨势很小，已经几乎停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座位上我们都拿报纸垫着，然后因为座位上都是湿的嘛，所以说拿报纸垫一下。不愿做奴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心的长城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！其实悲伤抹不去对你的生花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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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好嘞，上海生花制造无双，我们流着蓝色的血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，胜利终将属于23号最后一天，然后大家昨天那个因为赢球了嘛，大家都比较嗨，所以说今天可能起的都比较晚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特地然后找到了我们这次战斗小分队里面一个女球迷，她非常的那个勇敢，她自己一个人坐飞机，坐到从上海飞到重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问她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就像大家自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一名蓝省人，我是从去年开始看申花比赛的，然后从此就爱上了申花。今年因为每场远征我都参与了，然后我父母对我就是也蛮担心的。啊，对对，我只想问一下你父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他们是？他们是觉得有点看法的，因为毕竟是小姑娘，每次都是一个人独立去每个客场嘛，然后他们就比较担心。然后这次的话也是，我是瞒着他们的，然后之后哦，去瞒着他们，对对对，因为没有跟他们，因为他们已经反对了。那你朋友圈发，他们都没有发，都没有发朋友圈，都没有发。然后之前我是星期四晚上在和他们说的，然后就我妈已经被我气得差点心脏病发。然后后来我就反正机票已经订好了嘛，就是先斩后奏。然后我爸妈也拿我没办法，但是可能我答应他们，就是以后可能尽量少去那个客场看球了嘛。可能因为但是我这次的话，北京的已经订好了，所以北京我会去。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返回上海虹桥的班机，回家喽！申花是冠军，我们带着胜利回上海。We are the champions.